济光桥中江学而时习之啊，不亦说乎啊？暖矣。这边的话是中江县，王继光故乡，去那个县城里面转一下的。这瓶子里面都是老人打牌。现在的天气不冷不热，但是在太阳底下的话又有点热呢。枇杷，这枇杷怎么卖啊？嗯，买那种的。这种啊？6块我的份。啊？6块。6块啊？枇杷6块钱一斤。我的。这里面穿过去看一下，买水这些缸啊，两边都卖缸。当年黄继光好像是拿着炸药包炸敌人的碉堡嘛，是吧？那个因为敌人的碉堡的话就是墙壁太光滑了，没有支撑那个炸药的，然后他用手撑起来把炸药包点着了。哦，理发的店里都是打麻将嘛，麻将生意很好。生意那么好，两边都是。无聊的人的话，就是没什么事做，只能打麻将打发日子的，是吧？这边也是，麻将生生啊。卖衣服的，天气热了，现在
冲大抽里呀、啊！没什么冷，不知什么原因。两部车会车都报废了。跑汗你跑了。哎这里面是卖花的，哇！某种款，那边写着一至八块，开空调20块。一至八块不知道是一个人啊，是怎么算钱？这远就跑到江边了。哦。啊。江边风景不错。哇，这江边，那边在剑桥的。都是打牌的，喝茶的，这么懂得休闲聊天啊，这边的人。
都是老人的房间里面。这江边的房子这么破烂，你看一下，这里面都住着人的。我靠，前面那个房子屋顶都没有了，你看一下。这么破烂。这铁皮房钉着不知什么意思呢，这要拆掉的这房子。这些地方肯定拆掉了，又要拿来重新建房子。这里面都很住着人的。这棵树的这么老，什么？像这样的老房子，住着的基本上是老人。江深深啊，里面都是打麻将的。文旅界联合会，大家回家了。正忙，
是老人在这边休闲。乒乓球，喝茶聊天。哇，哎，这是谁？还是等直接把那油给走。你那在这个想啥时间嘛？没得谈。老人不懂事。金谷贯道，这房子是干嘛的？寺庙啊。里门驿路，文庙。这个是不是古代的朗星门？为什么？它真的是古董古街。拦住了这个桥了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石碑，这石碑什么朝代的啊？什么共和国五年，共和国五年啊，什么意思？里面没有，大众招待所这边的房间最便宜的18块，28块，25块，38块，这么便宜。
我靠！